他口水一直滴我。因为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哈，他这边的话是你建议啦，在10点到10点半左右来。好，那10点到10点左右来的时候，他会发给你号码牌。好，那号码牌就是你买票的顺序，10点半开始买票。好，那你在买票之前呢，你要先填，他这边会有单子。好，这边会有单子。那单子有中文、英文跟泰语啊，所以这你不用担心。那单子只是做一个记录，那一人填一张，然后时间10点半一到的时候，他就依照顺序买票。买完票以后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里面等，还是说你要在外面等都可以。等到12点半，他就是第一场进场这样。然后现在还看不到狗狗。这边早上如果你提早来的等的话，这边都可以先让你坐座位。我们先等一下喽。我们有票，你看，幸好我们有先来。排队买了，你看，对吧、啊？你看，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已经开始在外面排队。看一下进来的话，它有分室内跟室外。是，这次我们是安排在室外。那店员说室外的位置是最好的。然后室外的话，它其实有从外面延伸一直，然后这边跨过篮子就是哈士奇。然后我们是坐这边离门口最近的。他吃冰块，他爱吃冰块，是啊。哎 ，Hello， 哇，你要吃一下，你要吃一下，你要吃啊。哎 ，And then another photo， another camera。哇，超大吃的！你怎么一直吃？你怎么一直吃？你怎么吃？哦，哇，好爽哦，好爽哈，好爽哈！哦，好好好好好 ，no， 又来一只。你被列为那个冰块的那个最受欢迎的，太受欢迎了。好了，再给你炒鸡。我要吃了，我要吃了，我要吃了。Oh my god！那个哈士奇界的陈松勇，大波。OK，Thank you。非常幸运，他口水一直滴我。对，我知道。哦，我的该冰都是水。我的该冰都是水，我的该冰都是他的口水，你看。我想吃。我要，还是不给我，不给我。这次泰国哈士奇咖啡厅的旅程真的是非常的赞，而且完全没有狗狗的味道哦。现在泰国大家也开放了，大家赶快订票冲过去吧，拜拜。